Good morning, Julius. 有时我真系伫姊妹，大家嘛搞杂。而且去荷兰社会做过来看，约翰福音第1章14-15节，耶稣就明明甲因讲，业绩路死了，我并无伫即个所在欢喜，就是为着恁的缘故，通叫恁相信。如今咱会当往伊迄个所在去。有一摆，耶稣基督要去为着业绩路来祈祷的时阵，伫路上因为一挂代志一再伫延前。到了第11节的时阵，耶稣讲了这个话，就随后对伊讲：“咱的朋友廖撒路困了，我去叫醒伊。困了，原来是死去的意思。所以这段圣经有当时来读的时候，无都明白。当廖撒路死的时阵，主耶稣基督无在场，为什么伊为着安尼哩欢喜呢？主欢喜的理由，并不是因为廖撒路死了，乃是上耶稣基督要伫这件代志顶面。”好，每一个人在中间来得到上大利益，就是对着死有更加正面的看法。耶稣基督无因为耶稣都死了，伊就放弃，并且无要去迄个所在，反而等伊继续往头前面咧行，并且伫中间行了新约基础。遐弟兄们有听说，咱听到一个歹消息、负面的消息的时阵，咱的心就凉了，咱的心的内面就灰心丧志了。但是这段圣经的里面，予咱看见上帝有伊的旨意，并且咱也是照着上帝的心意在行。这就亲像咱的心房的里面有真济的空房的中间，咱那个有一间公寓共款，公寓里面八成拢住着遐个负面的，只有遐个啊，这个两成是住着遐个较好的，并且积极的态度的时，无偌久你就发觉，这个负面的会将这个正面的拢总赶出去。所以，当负面的思想啊占住咱的心房的时阵，咱就无法度来经历上帝的恩主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耶稣讲，我无伫这个所在欢喜，是为着恁的缘故原因。有当时阵，咱伫困境的内面，咱来到伊的面前，我相信上帝当时为着咱的缘故，伊恩准，毋过伊的确甲咱同在，并且伊会做改变甲拯救。你愿意吗？咱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感谢你通过着耶稣基督在地面上的作为，会当让阮有机会看见你的权能，并且相信一切都在乎你。愿主的灵使阮舒服，新的一日锻炼阮每一个人的脚掌、脚趾。感谢你，用耶稣基督圣名祈祷。亲爱的姊妹，愿上帝使阮舒服你，甲你的一家。